喜欢五官比较开开一点的。开开一点。比目鱼哦，萧亚轩呢？怎么样？他 OK 吗？你觉得？很好啊，很棒啊，优秀哎。老弟就老哥，老弟就老哥，傲不假吧，傲不假吧，给他两杯美下，给他两杯美下，美海参，美海参，美土吧，美土吧，卖海鲜，卖海鲜，卖牛肉，卖牛肉，大给喝，大给喝，我是丢丢妹。我是怎么讲台语不会？柯震东。我是侯彦侯彦西。生活中你已经破处了吗？蛮明显有吧。啊，那你现在有交往的对象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单身5年了。有没有就是现实生活中觉得哦对上眼的好的女孩？是确实有女孩，但好像都没有到感觉可以到约会交往。那类型呢？每次说我的梦幻型，其实跟交往都长不一样。喜欢五官比较开开一点，开开比目鱼哦，不用到那么猛，但就是对，哎、欸，五官开不是贬义哦，好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他会喜欢最重要嘛，你看舒淇、凌云这种，哦，比较性感一点，萧亚轩怎么样？他 OK 吗？你觉得 OK 啊，他很棒啊，他的五官你觉得如何？那客人想问哦，那样他们想问哦，不是我想问哦，很好啊，很棒啊，优秀哎，他要回来了，他要回来了，真的、哦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一脸尴尬？哎，怎么样？初恋慢半拍，哎、好不好？哎，要关羽的啦，加一五片关羽，加一个笑了，上麦啊！哦，加一五片，五片加一，五片加一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没有刺的哦，不用挑刺，全都挑好了，加一五片哦。刚刚这么捧场我们的电影票，现在也要拜托捧场一下我们的这个鲑鱼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他这样煮出来都好吃，这真的没人会煮出来难吃哦。这就是鱼本身的厉害。这个大概比那个鼠鼠的长度还长啦、啊，哦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两个谁比较大？他比较大。哎，他都说了，那应该说。我们又没有比过，那我们现在掏出来。来来来来。